回答我。三二一，才举手。你要回答我，谢谢你。三二一，全部关上眼。阿迪呀、啊，阿迪，你爱吃便当吗？爱吃谁的便当啊？铁路便当，铁路便当，谁的便当？你好棒！那阿姨问你哦，我们刚刚说那个豚肉的部分啊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烧制的手法，是怎么烧？你不要一直弄你的牌子。哇，你怎么考这么难的题？用什么方式来做？油烧。油烧，恭喜你！答对了，谢谢。油烧可以在高铁上吃到油烧猪肉的味道，是不是非常的难得？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古早味肉排。